经常有粉丝跟我说，他游完这个自由泳，这个肩膀啊酸的这个抬都抬不起来。为什么你的自由泳游完这个肩膀头子它会非常的酸呢？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你用它发力的太多太紧张。当你在游自由泳的时候，如果说你的手伸的时候往上抬得非常用劲，你的肩的活动度不够，你本来肩膀伸直是这样的，但是你为了流线型啊，你往上抬得太靠近水面，抬得太直了，这时候你的肩会非常的紧张，你长时间游下来这里肯定就比较酸。记住了，我们抬的时候你的肩的活动度到哪儿你就伸到哪儿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往上抬，最好不要把你的手抬了还有的朋友直接翘出水面。我们的手每次伸手的时候自然的，看到没，自然的向我们的斜前方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伸得很直跟身体很平的一个状态，这样游起来的话你应该会轻松很多，懂了噻。